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看沙巴星洲日报晨间新闻。星洲教育展将于九月十七日在亚庇麦哲伦酒店举行，九月十八日在山打根 l i v i n g s t o n 酒店举行，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是九月十七日，先来关注今日头条。 沙巴首长拿督哈芝芝诺强调，沙巴人民联盟国镇州政府将会继续致力争取沙巴在一九六三年建国契约下的权益，确保沙巴的权益受到保障。哈芝芝重申，州政府也会继续向联邦政府要求及争取在联邦宪法第一百一十二条文下阐明沙巴可获得百分之四十净税收的权益，直至达成为止。 他指出，州政府将透过与联邦政府的良好及理解关系，让州政府提出的要求及诉求得以落实。 关注州内疫情进展，沙巴关病疫情单日确诊继续保持大起大落的趋势。昨日新增一百八十七宗确诊病例，较前日的两百三十宗新例下降于百分之十八点七。艾比昨日仅通报五十七宗新例，单日确诊新例减少，主要是因为送检样本比前天少。昨日检测样本数量从两千一百六十四个减至一千九百四十六个，样本呈阳率也从前日的百分之十一点零四下降至百分之九点七六。 关注其他新闻。根据大马统计局报告指出，沙巴通货膨胀持续处于高位，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上涨，推动沙巴今年七月通膨率扬升至百分之三点九，创下新高水平，为仍低于全国通膨率百分之四点四。 食品价格飙升是推高沙巴通膨的最大推手，超过百分之九十三食品出现涨价，沙巴食品指数涨幅从今年一月的百分之二点六一路飙升至今年七月的百分之六点三。沙巴食品通膨是受全球食品价格上涨影响。两名马来西亚公民和一名中国公民在西巴迪岛的印尼境内被印尼当局怀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因为证据不足，已于上个月已被遣返回沙巴。 印尼加里曼丹一家新闻社引述卢奴干移民局主任华盛顿·萨乌东博的谈话指出，印尼安全局官员于今年七月二十日在他们的其中一部手机上发现海军设施的敏感照片后，将他们逮捕。过后于八月十八日将他们驱逐出境。患有性病肿瘤的流浪狗在垃圾房生下五只小狗，被善心人见到狗狗惨况，向动保团体救助。 年约三岁的母狗长期在蓝脑街头流浪，因透过性交传染，估计患上性病已经数周甚至数个月。被人发现时，整坨粉色肉团掉出阴道。它生下了幼犬后，在垃圾房喂母乳，偶尔获得善心人喂食。因肿块重达一点六公斤，令它行走相当困难。爱、哎、心动物拯救队在接获投报后，已赶到垃圾房展开拯救工作。 最后来关注山打根新闻。山打根一家知名面包厂，昨早获山打根卫生局复检卫生后，依旧不达标，被卫生局勒令持续关闭，直至该厂完全清洁为止。昨早复检的是三家知名面包厂当中的其中一家。这家面包厂在复检时，还有四项不符合卫生局要求，分别是面包托盘肮脏、烘炉残留已烧焦的牛油脆皮、墙壁上的蜘蛛网未完全清理，以及未安装油水分隔机。 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参观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沙巴房产家居博览会。 今天的新闻到此为止，感谢你的收看。更多详情，请浏览沙巴星洲日报网页。